You up in boom, boom, boosh, boom, boom. Tell me I'm the only one that you know. Life could be a dream, sweetheart.我回来了，乱跳啊，乖，哎呦。 你在干嘛？ 宝贝，你在干嘛？
刚刚是不是你大便搭在厕所门口啊？嗯？刚刚是谁大便搭在厕所门口啊？嗯？是不是这一只眼睛瞎掉的小狗啊？是你大便的吗？嗯？是不是你乱大便？嗯？少来这一招，你少来这一招。啊，不要掉下来，走楼梯。啊，乖。嗯。啊，不敢乱跳，走楼梯。好棒哦！你好棒哦！我要去收你的大便了。我今天想要来做一个法国面包，而且我发现法国面包的材料其实超级简单耶，啊，就是面粉、盐、冷水跟酵母粉而已，所以法国面包没有加糖。今天用的是这个法国面粉，小的一匙，就一匙。因为今天天气还是比较热，所以我就直接加冰水。再加点黑芝麻。法国面包的品项是6，然后因为我等一下要去上班，所以我想说预约我下班的时候可以做好。开始，觉得厨房好挤哦，东西越来越多了。脚臭吗？臭不臭？很香对不对？我的脚很香对不对？嗯？呀呀！我现在要去上班了，我早上是半天的体检，然后所以下午还是要上班。嘿嘿嘿。